你跟秦山汉，你现在在圣地亚哥。昨天情人节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们呢，哦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呢，今天来这边过。现在大家看的是正门。对啊，这里呢是拉比，是这边 check in 哦。你去游泳吗？有，我有带你的集体睡衣。我吗？有啊，我有给你带啊。是用餐区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钢琴，还有风景，我们去看一下风景。你去看一下窗户那边有什么风景哇？这是饭店的后面哦，这里也可以办婚礼。感觉真的好度假风哦，非常有圣地亚哥的风味。我们这边有草莓水，是草莓水吗？对，草莓水，还有这好像应该是汤啊。应该算是酸梅汁之类的，来吃吃看吧。I want a pink. A pink. Pink 在那边，那是草莓水。No, that's not alcohol. This is strawberry. 它这酸梅汁非常的淡哦，不会酸。啊，草莓的让我试试看。你看 pink 的。好喝吗？我们家两个非常喜欢这个 Hello Kitty 的行李箱，那喜欢这个行李箱多过于公主可喜可悲式行李箱，真搞笑。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小玄关，我们呢把我们行李放这边。进来之后呢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右手边呢是我们的浴室，我们看一下浴室的镜子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厕所是单独一间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哦，阿宝已经在前面了。这一边呢是左手边，哦，嗨，干干，是有一个衣柜，衣柜呢还蛮大的，有副拖鞋。这个是洗衣服的哦，还有简单的缝衣服的，然后这个是指甲的 mending kit 啊，还蛮特别的哦，不可以吵架哦。保险箱上面呢有吹风机跟熨斗衣架，然后这个灯呢是门一关灯就会自动关起来。然后门打开，自动会灯就会亮。那这些是放行李的 ，OK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去厕所里面。其实还蛮机，还不错。然后这一家 resort 用的是别的牌子的，一般 Hiya 都是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哦。This is nice。有卸妆纸巾。两张卸妆纸巾，还有棉球跟那个棉花棒，然后再看看这里，牙膏，这是 lotion 乳液、浴帽、小毛巾，这边又有一个毛巾、垃圾桶，然后哦，你要上厕所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赶快看一下，让你上 ，OK， 好，好 ，Excuse me， 我把门关起来了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柜子，我们还是一样在浴室哦。这边有一个冲澡的，有附两件浴袍，冲澡的，这边是泡澡的，
泡澡的呢，还蛮大的哦。然后同样也是有一个镜子 ，OK。所以真的还不错，蛮大的一间浴室。我们现在来去浴室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哇，这边呢也是有一面镜子。气泡水，不过是要付钱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咖啡机这边呢，一样有冰桶，冰桶里面是没有的。然后这个咖啡机还蛮特别的，它是一杯就这样放着，然后它就是给你一个这个，你看好特别。然后这边有说明如何泡，我等一下来泡泡看。然后这边抽屉呢，这些也都是要钱的哦，上面有写价钱。然后背上来呢就是冰箱所有东西都是需要钱的哦。另外一边呢有酒，也是要钱的。阿宝已经在尖叫了。来到卧室，这卧室呢有电视，好像是 DVD player。 然后抽屉，我们这次呢要了两张大床，因为他们两个实在是太会踢了。阿宝已经把一个枕头拿在这里，阿宝还嫌那个太大了。这边有一幅画，所以这个房间其实蛮，我们这次没有升级套房，但是呢感觉还是蛮大的哦。有一个书桌，又有一个镜子，然后呢抽屉里面呢，就是一些明信片或信封信纸，然后有一个沙发，然后外面的风景呢是，应该是跟之前看的差不多。所以外面呢，哇，这就是外面的风景。刚刚我们是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 lobby， 所以这有点像是 resort 度假村一样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躺椅，木头的躺椅，你们两个可以上去躺躺看啊，不要把人家垫子拉起来哦。然后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进去我们的房间，所以是还蛮舒适的，非常的休闲度假风哦，感觉像是 villa 一样的感觉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请敢敢跟大家说拜拜。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饭店里面哦，有一个家庭式的游泳池，也是 friendly 的钥匙才能打开的哦。好，走。 Oh my god， 好疯狂哦。哎，请把衣服捡起来好吗？谢谢。Is it?提供防晒露，弟弟已经用了，不用用。啊，你都用到地上了，还有冰水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哦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是小朋友的游泳池，好可爱哦。你们两个脚去摸，阿甘鞋子可以脱掉了，看看会不会冷。阿甘，你可以像那个小哥哥一样啊，用那个漂的，那个是漂浮的啊，是 baby 泳池，好可爱哦。So cute.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tree kitty cafe， 小朋友的咖啡馆，好可爱哦。椅子所有都是小小的。这里是 jacuzzi。
个饭店提供的这个东西 tube， 然后呢把它圈住，就像游泳圈一样。Daddy。 啊，刚刚。把脚脚抬起来，脚脚抬起来，然后手抓住，耶，就像这样子，好可爱。直走，直走。好，不要撞到钢琴哦。